打字要轮到的是张明彦，阿 Ken 是前面一次啊，前面一个半局啊，上来接替守备。这场比赛是首度站上打击区，回棒落空，记好球一个。机会也可以再抢下一胜，本季个人的第三胜，现在就差一个出局数。这个球打得扎实，在右外野方向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垒包上面的跑者现在绕过二垒，要上三垒。哇，这两出局之后，阿 Ken 这一棒啊，敲出了安打，让局势又紧张起来了。本垒这个门是越来越接近了，已经来到三垒垒包了。哇，现在只是一分的差距哦，这个球打得扎实。这球应该哦，大概是在中间，稍微靠近内角一点。所以看张明彦这个挥棒啊，手肘的内缩动作做得很完美。这时候蔡仲南教练呢也上来了，还要换投手吗？下一棒要面对的是花花张政委，没有换，没换，让林彦峰继续丢。我希望就是能够交给他守城的啦。林彦峰对决张政委，张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的对决。本季这两个人的对决啊，其实也是林彦峰占上风，所以不换是有原因的。加上今天花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安打的出现哦，前面五次的打击四个打数没有安打，有一次保送上垒。先做个假动作，投打的对决，林彦峰跟张政委，今天球技啊，十个打数，两支的安打，前面一次再加上去的话，十一个打数啊，只有两支的安打，所以对战的打击率啊，也是偏低的。哦，两出局了喽，重点还是打者，不过一垒跑垒员还是要注意。不要让他有机会哦，倒上了二垒。那如果倒上二垒之后呢，一支安打的杀伤力就太强。是。这个球出手，投手没有拦到，游击手也没有拦到，追成平手啦。花花张政委从林彦峰的手中敲出了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。现在要变成7-7的平手，哇！带跑的蔡明觉呢，回到了本垒得分，现在变成7-7，牛队的领先优势啊不见了。蔡明觉回来攻下了球队的第七分，花花张政委适时的建功，这场比赛个人第一支的安打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不算太晚。哇，球正中的了哦，所以打过了一个。穿越了投手的防区了，游击就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好啊，张政委这一棒呢，也让比赛呢是变成了平手的局面，6-6之后，现在变成7-7。林彦峰要继续来丢，面对的是第二棒的张志豪。这球稍微偏高，李巨冠本来啊，一分落后的情况之下，有可能会成为败战投手，不过现在呢，追平了，脱离了，不会吞下败投。这球稍微偏低，那干嘛不烂了？
已经要换了，这个时机该换。林彦峰感觉那个气力用尽，对，一段时间没有投这么长的局数，我们颗数上一次投到50颗以上，就是先发那场比赛，2个月前在新庄对上统一狮队，用了91个球。这个球还是偏低，连续了3个坏球。捕手接的位置看起来偏低了，毕竟哦，从侧面看呢，也应该是在好球带的地方。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一个外野方向上看台。庄志豪对上林彦峰啊，8个打数里面2支的安打。在这场比赛之前对战打击率2成5厘，今天前面一次的碰头是领到一张老 K， 这一球偏高，又是一个坏球，4坏球保送。哇，现在这个局面呢是倒向了兄弟相对这里哦，原本是1分领先的情况之下，蔡东南教练这个时候再上来决定是要再换投手了，林彦峰这个时候呢要下去休息，我们看到的张更豪走上来了，休息一下。新人牛队的投手阿牛林彦峰，这场比赛呢现在下去休息了，要把接下来的任务啊交给队友背号35号的张耿豪。本季目前的战绩2胜1败，一中继，这时候上来第31场的出赛，目前的投手防御率呢是 5.40， WHIP 值呢是 1.77。打击的王胜伟，这时候有当英雄的机会了，2出局满垒。今天万磁王在前面5次的打击啊，有2支的安打。这时候如果补一支，加入猛打赏俱乐部，而且也可以帮助球队啊拿下胜利。不过他现在面对的是张耿豪，张耿豪然后刚上来，整个速度方面哦对他是蛮有利的。嗯。很快就抢了，2好球，又抢一个好球。嗯，对王胜伟来讲，这个时候就紧张了，因为张耿豪的直插球投的那个滑球投的不错，2好球的时候，然后会不会被滑球骗？本季对上这个张耿豪，王胜伟其实打的不差。
四个打数里面有三支的安打，稍微投开一点。哇，还是要小心。嗯，投得太开，反而是捕手接不到就糟糕了，你就拜拜了。现在是一点点的失误啊，都不能发生。生涯对战的部分呢，王胜伟打张永豪也不错，有2.96，27个打数里面有8支的安打。球数的部分目前还是投手领先。哦，这个球投的稍微偏高，量好两块。两边的压力应该都还蛮大的。大，当然大。投打的压力是最大的。嗯，这么两个变水了，量好两块。两好球，两坏球啊！现在对于投手来讲啊，还有一个一右球的空间。关键的对决，出手，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，稍微高了一点，但这个球不打危险，因为裁判啊，主审裁判说不定有认定好球的空间。在这边继续的相挺啊，两边的球员。这个球出手，又是一个界外球。两好球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好球带稍微放大，差不多的球就要出手了。这球高算呢，两好球三坏球了，厉害！哇，本来是先被抢了两个好球啊，但是王胜伟的选球厉害，哇，这时候笑出来，看着休息室还笑得出来，厉害！不然你要他怎么办？本季两好球三坏球之后啊，我打击率相当高呢，40%以上。关键的对决，这个球是一个保送，再见保送，投了一个四坏球，张根豪上来面对王胜伟，结果投了一个四坏球，让时局下半。兄弟相对是逆转了比赛，靠着这个四坏球挤回第8分，最后的比数是8-7，由兄弟相对在新庄棒球场主场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最后是8-7，12支的安打击败了18支的安打。